阿基师三代总统御厨，即使荣登人民信赖榜，还是有委屈的时候。你酒量好不？你餐厅人会讲啊，请一个大厨出来，他们敬一个酒的，是就不要提咧，把它放在头壳顶安尼。什么意思？无要紧，无我给你洗头顶两滴啊，你才出去。有这款人客啊。父亲家暴阴影中长大，十五岁决定当厨师，闹出家庭革命。吃苦当吃补，小学徒变大厨师的故事。礼拜天晚间7:55，寻找向上的力量，台湾亮起来。